中方一贯奉行不干涉内政原则，我们无意也不会干涉美国内政和大选。 我们对七国集团外长发表联合声明，对香港事务说三道四、指手画脚，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。我们多次强调，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，任何外国政府、组织、个人都无权干预。中国全国人大有关决定，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，旨在 弥补香港在维护国家安全方面的法律漏洞。新疆事务纯属中国内政，不容任何外国干涉。中国政府和人民捍卫国家主权、安全发展利益的决心坚定不移。我们再次奉劝美方立即纠正错误，停止利用上述涉疆法案 损害中国利益、干涉中国内政，否则中方必将坚决反制，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，完全由美方承担。